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安息圣日以及我们灵恩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36首啊，赞美诗236首。我跟我们道生传道是新生命示范二重唱的
重要成员。啊，他们今天和新加坡人好比啊，啥个翻了覆盖好啊，可是还难免的多少。啊，因为二重唱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我。他们大多数也在他们阿罗米拉，看来阿罗的不给难。啊，所以在很多场次的这个布道会当中，啥个多哈的也好，阿里阿弗娘哈米夫多盖罗马修。啊，我们两个就站在一起唱诗赞美神。啊，我们在好过，我们只能样好多高拉斯。啊，从这个轮廓跟身材当中看到了。啊，一定你们上边那里面的好过，第二次阿布鲁，第二次阿布鲁，给你看他的形象。到圣殿都是有漂亮的阿美族的身材。啊，所以呢，好比我上次那都跟你的都是阿鲁阿美少啊，非常震撼。那这次来到我们这边一起来协助灵会。啊，你带你好过来看他们，不上都勇敢不多干。又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兄。啊，阿拉比人都唱这个阿拉好威，马拉都都一定的，应该是将近快25年以上的时间。啊，阿拉登好马达尼费多好，多少部落里嘛阿美赞。如果再加神仙，总共快30年了。啊，如果不容易的些个归好有30年刚读。啊，那时候我还在基顶教会。啊，一定好一定的好多基顶啊教会。我就看到我们的真弟兄。哎，马拉那么好的真弟兄。有没有讲座？哎，老外不说那么不？当然他很帅。啊，我的兄弟弟第二号呢，你好在哪？哎呀，回国的路上依然如旧啊！哎，他了，你好，我也难度看不上，身体比过去比较轻了一点。啊，所以呢，好也阿多啊，等反正该多好病了，那点也少了一点。啊，我五个十六米，阿多阿多嘛多嘛的，多慢慢的。但是他仍然有这么样的啊信心啊。啊，所以呢，他做很多好不辛苦努力了。我就看到了我们多六教会的这位可爱的弟兄。啊，一定好有多六好，嘛阿老多五个十里嘎嘎努力的。刚刚都看到我们凤山教会。哎，然后呢，你奉上那教会，后面还有民雄教会。哎，来，你该过来还有民雄。突然间，我来巡逻一样。啊，好多单位，我好阿弥的手里担任。啊，感谢主耶稣恩典。好了，好阿辉在都民国民都高了。我们在主里面一家人。你那个罗马尼撒嘛，在那罗马。共同流着主耶稣的宝血。啊，所以呢，他也扎克爱给他好多认识尼撒嘛。我们分享的圣经以及啊圣灵恩典。啊，一定你给他还能来百年都学学，还能民国民都高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属灵的一家人。所以呢，都喊了呢，一定你们说老话，能喊了老话。在这次的灵会当中，啊，你们都来恩盖，弟兄姐妹热切的来敬拜神。啊，所以呢，还发出了辛苦的味道。而且非常认真的来做侍奉的工作。所以呢，一定那个他们说不老好都带下了好弄恩盖。啊，愿这一切呢都能够蒙神的赐福。那你话题来了，那你啊什么不味道哎，嘛给你什么？事实上，当我们叫教会在安息日以及灵恩会的敬拜当中。一定都拿到你恩盖，都拿到啊，属于你修改。他是叫提醒我们。啊，因为好过把这个好给他们。常常的来检查自己的灵性。啊，都一定你给他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多好如此容易的。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人。都马路分啥类都还能过来在啊，谁看看？也透过这样的常常的来检查跟聚会。啊，都还给你，还给你啊！比啥啥都不如做点，你但不是修改。仰望那个将来安息日的安息。啊，一定你也得还能你还没早啊！啊，比他办好的呀，还把病都改了，你再还能你安舒服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安息日的崇拜聚会，啥个都还给你安舒服的，再修改那么一大。是我们人与神预约成圣的日子。啊，我比刚刚这个谈论的都高了多少个方丈。是我们珍惜灵性、盼望天国再来的日子。我上个在地里讲，很多人讲你啥个，你是敬好多，一个大拉拉姆哈都是爱到卢高瓦斯。我们是一个敬虔的人。啊，啥个好，我们必须得好。所以会来领受安息的恩典。在一定年纪到未来好多人是不念神的公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让人来找你们。我们都清楚的知道。麻烦了，都知道。主耶稣要再来。啊，我还他对你都好奇些什么？主耶稣绝对会再来。这个在第二节上嘛，你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一定要到那来不能也什么，尤其是在当时使徒时代，啊，一定有好多人，他如果说啊，那你还期待这些使徒因着福音的工作，啊，一定有好在那啊，你是这个都什么也什么，你因着这个时光的流逝，啊，是一定有多好的好，也发在他那发露面站，有人渐渐的凋零，啊，说二号哎，我的灯都好，我不带灯，我不带。其中有一个人。为了信仰被软禁在拔摩岛。哦，所以实际呢，耶稣们那边多了还能来好耶，马路夫这边多了再来了巴修。这位就是使徒约翰。我就约翰尼问你说呢？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哦，马巴里过去，约翰尼的多了拔摩岛还能好阿巴修。看见神给予他的意象。啊，巴格阿罗这边了还能来好多马布西。看到神的荣耀。马巴格阿罗这边了还能多个十八阿罗高。看到神的全能。
巴嘎老吉米哈内都哈达他曼哈鲁卡瓦看到神的得胜。哎，巴嘎老吉米哈内那个卡吉马沙鲁卡瓦，所以后来在启示录人末了的地方，沙嘎一定尼都都那不西鲁考比再次的记载，沙伊拉达哈马，他必定再来啊！啊，这个咋米了解啊？啊，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哎，等等等等，你好，不西鲁谁过来的啊？启示录的二十二。啊，摩西十六年就立秀。啊，启示录二十二章。摩西十六年就立秀。我们看一下二十节。你去写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二十节。摩西十六年就立秀了，你去写。证明这事的说是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里讲到说，证明这事的说。啊，一定以后阿爸啊，再好不要什么？啊，是的。还说你来，我必在。咁咁咁好啊！第二，可见证明我是的人啊，证明这是的人是谁呢？啊，我那我那那什么主耶稣的基本上没说了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嘛，主耶稣向约翰说：啊，喊耶稣嘛，一定要面对喊个是约翰你。你所看见这件事情，一定你好多东西都那么阿拉维的秘书是真的，所以是现在的进行式。啊，我里面还能来和我阿他什么跟哪地呢？它不是未来的预言。哦，中国人一过了还能来和巴黎阿耀，它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信仰的考验当中。哦，一定呢都还能来和也都那我里面的和阿弥啊阿弥，但是你不提他。所以耶稣说，说不出来耶稣嘛，我证明这事。所以一定你跟我喊你把我在一块说啊。不但说是，啊，我说一定的好意，而且又说我必快来。所以耶稣很清楚说，我必快来。说不说你什么的，我看看不够带你。但到底有多快呢？哎呀，什么人都不话，他当然看不了带你。这个时间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啊，我那时间都你呢，还能你好一点呢，一个巴你耶稣嘛。但是当大家听见了耶稣说我必快来的时候，啊，把个兵部当朋友都看看够不好啊，带你是好意。约翰呢讲了一句话。撒不说了，我撒不你喊你啊！阿门，阿门，所以哎，这个阿门是什么？不了，阿门，我们呢？诚心所愿。哎呀，所以那也还能来好啊！当时看了自己了，不但是诚心所愿啊，这个还对了啊，这更是主耶稣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也喊了，今年什么还能来好啊？什么？所以我必快来。我刚刚的我还带你。阿门，阿门，这是真的。所以这是很快的。我刚刚带你，因为耶稣再来是。拯救世人最重要的目的啊！哦，为了解什么？等你还能把保罗好多人把那个带来那当当。一月耶稣的再来，说啥个等你耶稣，才能够把我们带回天上。那肯定的呢，给他好把那个等你好个带来呀，带回预备的天家。带来还能呢，等你把他拉努米了，还能呢好啊，也干嘛？在属灵属天的乐园当中，哦，一定你都米个带来呀，还能呢干嘛？还要干嘛？我们能够跟神呢朝夕相处。所以我一定要给他安利了，他马上好啥？我都不理他吃饭，没他都搞我死。这是我们世人最大的恩典。我理你安利好呀，啥个搞？哎呀，没公没公理你。约翰又接着说：“啥我说你有喊你主耶稣啊，耶稣嘛啊，我愿你来啊。”哎呀，那哪有我这个对你？所以耶稣说的是真的。所以哪有我说你耶稣嘛？快要来是真的。哎，刚刚就接到带你。约翰呢，非常的期待。撒黑那达拉哈姆哈突然去约翰，而且他用一个坦然、已经准备好的态度。撒伊勒哈达拉斯卡拉哈布拉弗罗索勒努米拉多马尔盖多古尼达拉神来。哎呀，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伊萨姆阿哦，米那那耶，我不都撒个带你恩耶稣。这是第一世纪里面的问候语。欧尼尼哈多哪里过来耶稣吧？哈那那好啊，那耶阿巴拉多。所以在早期的这些基督徒。差不多，哎呀，我安那那米多来迎接什么？彼此在见面的时候，什么那里都莫不是那个搞好意，他不会说，哎，早上好，早安，啊，我那都这边来还说，差不多没得，早安，啥？因为我是闽南人，什么那好意，喂，我一起高兴。我们在小时候呢，看到老人家在问候的时候，哎，干嘛我哥哥喊阿老好不里得哎？他们用闽南话讲一句话，什么？拜了个农民好二十万，啥西米？加八倍。啊，啥啥西米？啊，马拉拉梅多基数加八倍。啊，马拉拉梅多基数喊。哎，所以早期在问候的时候是以你的肚子做标准的。啊，我按六六里的我喊了你好一个，我第二天好不你喊了等俺农民大，你吃得饱就是幸福啊。哦，俺们走路不当着喊了你好，搞也不当着。你吃得饱，今天就快乐了。啊，俺们走路不当着喊了你爸。说问候你加八倍就是问安语啊。
saya kata hobi nak sani saya tu kita, ah bapak saya tu kira susah tu, oh sani saya tu bapak tu punya ni. Ini adalah awal-awal dari kehidupan Kristian. Ah hati ni hawa kono ayau, ah mana tengah ni kita hanya hawa, ah bila saya hawa tu lupa apa apa tu. Saya pun tahu rasa rasa, boleh so ay peringan oh. Ay awal hawa bila saya hawa tu perita auto heyan, sana. Eh, emi aso haleluya. Ay awal yang saya aku suara hawa tu haleluya, sana. Mereka boleh so apa? Mana aku suara ni lah.主必再来嘞！我说你今天还能好运，我刚刚跟多好介绍嘛，对你。我问候的说，哎，主必再来哦。明天再问明来，哎，哎呀，出去什么呢？哎，我回哦，我愿你来哦。啊，说主，我再问，奶奶，奶奶，刚刚好对你，这是信仰盼望。啊，我今天来喊麦，还能好运，我去。更重要是灵修的预备啊！啊，我刚刚跟你讲，哎，还能好运，一定呢，还能嘛说，这次不服做阿弥，还给那打了。所以早期基督徒的信仰，三个好运路。哎呦，你读了一节什么？他们天天的来勉励，在一定的增加好比摆一次，做好准备。阿弥巴达拉，迎接主耶稣的再来。阿弥达拉阿多，一定要你什么？尤其在安息圣日当中，每个人一定都能安息过年啊，专心的而且全然的投入，在一定的好上，在各方面做好为了，那个给你来仰望的、盼望的。阿弥达拉，阿弥拉阿弥各方面说，你咋安？你搞一个个来人？安息日的来临。到你那个好多喽，很舒服呢。好吧，喊喊喊，阿罗密阿，就是那个天上真正的安息。嘛，那喊喊喊，一定要用天国喊喊喊喊。我们这耶稣教会得蒙圣灵的建设。哦，我给他喊喊喊，是耶稣教会用谁的？我们深知到主耶稣再来的恩典。啊，我们那给他喊喊喊，好多也把一年也上班的。所以我们在聚集在这个地面上。这个一定你都没给家里人都干嘛了？过着虔诚的生活。啊，一定把给他们说你干嘛了？我们特别重视安息日崇拜机会。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准备还是要再加强的。啊，过来的时候，其他人呢，好多早晚当然呢 ，OK 到位。所以我们在一年当中，三个都在安排作案。我们根据当时的春雨跟秋雨。啊，外面多了其他人呢，好多各种烂，还有呢好多各发龙发文啊，不啦。啊，来作为上下年度的一个临恩大降的日子。三个呀，还能呢，把对俺们所该好多。啊，三辈啊，丰富好多民族民族高瓦斯，也就是春季的联恩会。啥？伊拉哈古鲁卡扎拉哈那那那哈奥利翁盖。哎，秋季的联恩会。啊，伊拉哈那个卡巴罗法湾哈那那奥利翁盖。透过春秋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都达不萨那那哈奥利翁盖阿弥古米，如同春雨秋雨这样的一个澎湃的降临。啊，不拉扎泰巴哈那那哈有，不是说那哈奥拉哈阿里巴都是了，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在地里都喊，马龙奥都喊的那样，跟说阿方农民打。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啊，灵恩布道会啊。三个伊拉布拉尼应该不多盖。我昨晚人呢？难道我们机会不够吗？啊，怎么怎么？大家不能说不修改到地点。像我们在台北教会，天天聚会。啊，这都天天带爸爸修改都没米啊，一路修改。除了星期六晚上没有之外。哦，这个呢，我阿叔过的星期六，他在礼拜天的晚上也聚会。是啊，阿个大礼晚上好一点修改。哎，星期一也聚会。那是这样，你修改呀。这样一周下来，只有星期六晚上没有而已。哦，阿弟都这个厉害啊！那路阿叔过年才到他家呀，阿是来。就等于日日天天聚会啊！说个好多路边米，二好一米还等。我们还认为这样有点不够啊！啊，还是你的还早，当然了。我们还开辟一个星期三早上的时间。呀，东安路好多，噶多路安好多，八八镇。所以星期三的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啥？噶多路安八八镇九七幺一，还早不休改。还有日间的聚会。哎呀，好不容易没安到位，都噶多路安来休改。我们弟兄姐妹又要说，然后说不算了，好多说你看看，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聚会之外，啊，我的嘞，在你们那修改，我们还有团契呀，你嘞，我还能来不如单待啊修改，我们还有灵修呀，你嘞，我还能来不嘛待嘞，还能留修改，你想想看，难道我们聚会不够吗？啊，哪天那个修改没得，怎么待完？那真的多了一点吧？那所以呢，都好，你们都多，麻烦放手，我问，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要加强一个，你们会做什么呢？啊，哪天来都还能那么累，后来工作那么少，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必来啊！咱们来的话，我依然依然在。而且我愿你来啊！咱们你哪来呀？那么还没个不管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俺们好不好也依然去什么？我就是拣选预备。啥一点你搞不好呢？那啥这个这个好阿弥达拉。我每一次的预备，一点你多少都还点点比较多。都是功夫的预备呀！他不发还还在那啊？那么还没功夫做。所以主耶稣如果来了。
sa kaan ina sa toha chi sama. Ay, wo tan yang wo ji ya. Hai hai, awai toha ka fi de ka lu mo ko. Wo jiu xiang hao xiang sa shang tai ding jiang de na ge gan jue yi yang. Ya fo lu zhe ge ni de ha tuo mi de ku fi de ni ka yao men. Wo ma de xi de de long yao. Sa yi ding ni ha ma ka sa pa an hao fo lu zhe ya. Sai wo men de jiao hui li mian. Sa ge ding ni jiu gai men ni da. Wo men shen zhi dao. Zhu ye shu zai da. Wo fa de ai jiu jin da. Wa yi toha chi sa. Ah, wo men zhong shi ling en. Sa ge de an deng fo lu zhe ni. Zuo shi gu gai de shen mian. Tu nen shao a fa ao li. So yi men tuo guo jiu hui. Sa ge de ding ni tu shu fan shi dao dao.一定要比赛比个听到分享啊！一定要比诶，等于大家是把一面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啥个切切给他弄弄谁嘞？哎，走上正直永生的道路上。啥个一定要到我们个头边木子带阿拉兰。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来聚会。你一定要保证他们再不修改，这就是一个安息的聚会。啊，我今天还有两路二十公里他们。我们在这边的聚会，阿罗该不修改没得。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春季的灵恩会啊。我们修改东西在海南内好哩，我们干啥啦？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恩典。是噶，我们等你们到米谷米预备好了，米一定米给到马主耶稣必再来啊！什么万一他都去什么？那为了让我们在整个灵会的这样的一个警醒预备当中，啥一定米多少啥给到米什么呢？现在大佬好了，做了没得？更清楚知道，我要不断的靠着圣灵来努力。啥麻烦？那就给到海南内，就给你谁哩？阿米啥一阵？让我能够散发出那个新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啥一定米到哈巴达斯卡人米到，跟马上发罗海多海南内好啊！啊，卡卡瓦努米达啊！我想用这个使徒啊，这个啊，路加福音的十三章。在伊甸里还能蛮发布呢，路加福音就三章。有一段的这个啊经文的记载。那伊来还不再写过好啊，说伊甸里。做我们互相的一个提醒跟勉励。啊，多说话也能还能良好啊！你把这个给咱俩改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路加福音就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路加福音就三章，但一些是大半。一直到这个第九节当中。还来好多故事。有些人呢就刻意的去问耶稣。伊来好多把当时没在经上。用了两个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啊，撒旦跟那那哈那那好不呀？他发干哈那那好啊，发不呀？你在？这个新闻都是一些负面的。哎，不然你在那边哈那刀不呢？哈那那都是一些流血事件。啊，说啥个啥个那里的阿里阿诺？哎，意外的事件。啊，啥个那第一号？然后从这个事件的演变跟结果当中，啊，每天都这么多年的都是国家努力了。大家问耶稣的看法。啊，你在那边那好介绍吗？什么？你没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第一节。罗加丁就上学了，但一些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来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经文记载非常的明确。有人来告诉耶稣了。所以当时在罗，当时的那个罗马的刑府。哦，伊甸里好多呀，你西马威他那俩巡抚罗罗马，他管辖了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啊，他家里那边他那俩好不啦？巴勒斯坦他那俩好啊，巴西。他的名字叫做比拉多。啊，我那当初对你好奇。那么比拉多有一次呢？对呀、啊，你要查，你要查，你是前来献祭的这些加利利人。哦，不要带了，哎呦，怎么着？他那俩好，加利利亚怎么着？在圣殿当中流血了。啊，一定你好比大温度高啊，啥的呢？好一嘛，第五种都变为什么在圣殿流血呢？嘛那，你大温度高啊，啥的嘛呢？你第六种依然能当上。这是代表的这个比拉多用一个暴力的方式来镇压这些加利利人。马比拉农民的，我来去比拉多地里，我做人呢不当不了，好，你看你啊，好，我来，你大温度高，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清楚。什么呢？好，给我他妈搞回来，说一点呢。那结果是什么？搿什么都比困难什么？这些从北方家里来的这些人，好，要哪里安民生，还哪里好家里的当中。结果在献祭的这个圣殿当中，一点呢，这个哪里把都哎呀都搞坏，一点都来比台湾都搞坏。在镇压当中流血了。啊，伊拉还哪里好跟你家里安民这边呢？还哪里好一点都都伊拉镇压当中死掉了嘞。啊，乌鲁马当中还哪里好把台上的都掉了，那个死伤的程度非常严重。
所以呢，那那好，就是好过了什么？过来的形容是什么？在一过了都好什么那个说？已经分不清楚这是献祭的血还是人的血啊！这个哈比人当肉，耶稣当做哎呀罗当肉，哈给你还是罗当肉哎呀，哈给我土皮人。可见这一次的镇压，啥个过了什么？这里比较的暗，是一个流血事件。哦，啥个玛利亚那嘛，这两个都还没丢出当肉。但是问题来了，他一定一直过了没带。有人就问耶稣啊，一直跟你在一起什么？这个哈、哦，比拉多时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啊，是乌拉基比拉多一定好一，你那那那米拉好不如加利利阿达拉好一定呢？是这些人的罪恶滔天吗？啊，我哈提来阿达姆拉巴巴泰一定呢，阿那那好一啊，巴基斯曼都古拉拉拉米拉阿基汉。是这些人比他原来的那个住的那个加利人更罪恶吗？是乌拉泰尼阿那加利利阿达姆拉阿那呢，伊卡卡埃姆拉马罗埃提一定呢阿达姆拉古卡拉姆拉加利利阿达姆拉汉。我们用一个比较来讲，阿提那古阿努米达巴苏啊，在北部的加利利生活没有死，好，一定要还是安利山这边啦，好啊，我什么慢呀？什么？现在呢，特别来耶路撒冷守节献祭，见死掉了。是啊，你那时候都不规矩，带点证明了，还在那米达乌都搞死好，一把带乌达乌。哎，圣诞要死的店被镇压死掉了。对呢，好比达乌都搞完，把带乌还乌达乌。难道不是罪吗？做过了五年。难道不是刑罚吗？做过比你按五年呢。所以用结果论来推论。阿萨一定给过来给出龙头的说，那表示死在这个祭物当中，这些人呢一定罪恶滔天。是如果好不说，侬当着，因为当我都当阿当着一定呢，阿那了，把其中没有过来了，侬也是麻烦他一定呢，啥都。哎，我觉得神为什么不保守他们？啊，上头我不喊了灯，我那这个题目不是侬告诉的。他们的推论跟这样的说法，是一下子来喊了你好，阿爸你再没解释呢？看似有理，阿你说你呢喊了呢，他都。所以他们认为死的人是很有更大的罪。啥一定的，他们比人他们还多，其他老外都好过了，带来他们当当一定的。因为这样啊，受这样的害啊。啥个？伊拉是多好，我比看你安好路啊，你比他多一定的。但是耶稣回答说：啥也不说你什么？你们认为他更有罪，错了。啥不说罗那么？你看，哎，你们不拉了，那当初对你啥？马拉拉，我不说那么。你们认为他有，所以要受这样害，也错了。啊，这个哈迪尼古尼哈布巴卡里安哈鲁道金纳纳奥伊，马拉拉，我不说那么。耶稣特别强调，啥一点点好不说，你也什么？你们若不悔改，多要如此的灭亡啊！啊，那这个比本领命力，那么马卡哈斯达是这样的，那我哈迪拉干不好，我阿玛巴带。意思这一件的事件当中，啥乌拉什么都比你好伊，不是在这个话题来跟。里面做任何的批判啊！啊，这个一定呢，这边呢，还能呢好，阿弥啊，基础弄好多啦，是吧？啊，有罪没有罪啊？呀，阿维古拉拉，耶耶古拉拉哦！啊，要不要受这种害呀？啊，我哈迪拉努到，还有我哈迪拉当着。这些无济于事，没有什么帮助的。阿维古卡布罗说的，你这样子讲再多，也不能改变什么现实。啊，阿那些害多好不算了，你也上不了，我古卡布。但是当你说他们有没有罪的时候，是啊，伊拉不说你的，你耶古拉拉农民的很。你应该想想看，哈那你说米提古米还多，我是不是比他们更有罪啊？我搞不好那你一看，哎，那你那不客气了。我是不是比那些哦在圣殿里面流行那些更有罪啊？是啊，一看，哎，哈那等你啊，他们说都麻烦，等我他们说不客气了，那么不客气，好不好？等你上不上啊？借这个机会，米提你好多来去改，来审查自己，还没上不上好多年好多罪，然后来悔改。啊你，阿爹他就把他修，否则话你们结局就跟这些人一样。我在阿瓦迪拉，他们在那那瓦迪马巴代，一定是马里拉。若不悔改，这个比么的，都要如此灭亡。瓦迪拉喊了喊瓦巴代。弟兄姐妹，你了解耶稣的意思吗？我问了，哎，给他读了，一面论耶稣嘛，批评、检讨别人都没有意义。啊，一定不是说到底说。所以他们到底说，那阿外不不嘛的啦。他们就是一面镜子。啊，马扎来好多在那听我安怎了？他们的结果就是一种见解。啊，不然呢还马扎来还没听我安给他好多啦，还得来搞把带农民啦。看看你会有他们这样的恶行吗？啊，那啥不啥笨，一来一回说还得来还能阿发罗说阿忙又说啊。我们没有资格定人家罪。啊，阿外还不是搞个农民大呢，不定还不在了，那都当真。但是我们绝对有资格来检讨我有没有罪。啥个个爱喊人来好意，麻烦那个大喊人来好，阿弥陀佛，都其他老外搞不哈给你，好不好？在第四节当中，一定你都来涌现，又介绍了另外一个事件。啊，你看这好，我不说了，一定你这个事件真的很倒霉。
我那什么过年年好，年年好，你倒霉的倒霉啊！这个倒霉就像我一出门，哇，哎，怎么湿湿的？啊，蛮糟好，这湿湿湿个完了啦，不必湿个不。不小心湿湿，你摸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湿到汗了，我必湿个风门嘛，我慢慢的。这个就是被天空的飞鸟用它的飞弹打到我们。啊，原来好不带路，哎呀，麻烦这边啦，嘣，这里天空我们吃吧，这不。这个被鸟屎滴到好湿呀！啊，他妈阿鲁在阿鲁阿爷嘛，弗雷格格雷恩啊，莫名其妙一出门就咻轰，哇，轰炸到了！他说那我不你买大爷阿鲁阿爷不稳。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这个一定的耶路撒冷名的，他搞不清楚。这个翻哪过来的？他突然间挪一刀，他啪下来了。这个跟你翻哪哪好比？对不对？再哪个把哪哪哪好比？嘛不是，哎，自己莫名其妙就被压死。这个翻了，这边了，一个都还没，那都这边了还没发呆。所以西罗亚罗倒塌。这个后来西罗亚罗还在那好阿拉罗曼嘛，兵固一点了。不幸呢，有18个人罹难。所以一点了好，也就还前面阿达姆道还马上不嘛发呆。这些犹太人又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讨、来论断、批评这件事情。是啊，后来犹太人听了阿达姆道还在那好，一个好不记住，能说能说那边在那那啊，这些人一定很有罪的了。我那妈把大爷的马上不该听的，好，他上马内部了。你住在这里的耶路撒冷更有罪啊！不是，马龙爱杀阿拉伯的耶路撒冷一幕，我这死是为什么是他们？马龙，我们把大爷无命了。他被人平安没事。啊，我都不如到这个程度。你经过就垮下来。我比大爷都没说好运嘛。你不要做什么税啊？所以省得这样报应你吧。这个咋话？我要去拿老外一束一滴，那是干伊拉阿古巴住在那高瓦斯。我们忍了痛病又出来。啊，伊拉都挂滴的，大爹还要把哈拉登命。又开始定人家的罪了。白天了，你个好不让让来。又开始说人家死有余辜了。啊，上海这都好，这个在要白天了，这个白天。又说呢，这些人一定罪恶哈，比别人更严重。啥都不说，农民的，这对，我去拉老外当道士去的。耶稣再一次来告诉我们，上海这好不说，说你什么？他们的死并不见得是这样。我那个白天那边好，这个是还还能生存。但是我们若不悔改，说不说你什么？按照这个比没力个梦，若不从这个生命的事件当中去悔改。啊、哦！一定你做什么都比你还能，按这个法那个你啥啥比我你不能做。我们都要如此的灭亡。我下底啦，给他好爸爸带一点你。可见呢，在主耶稣的回复的这些用语当中，是啊，我呀，把这个你什么一点你好对啊，你在一起上。他强调的一件事情。你来我说，跟你们那个说你什么？不用用太多的时间跟精神去检讨别人有没有罪。阿妈，阿些还农民到我阿拉等，阿些干农民到阿那那好哎。明年能好多，拉闹好努力嘛，他们讲。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看看我自己有没有罪啊。阿拉恩努米达，我到底还努米达好些，我恩努米达不米达多阿那，伊来古玛古多阿弟尼个到底阿那给你。如果你愿意做谦卑的审查，阿努米还有不如做你说你啥不努了，阿你啥啥都好做。了解啊，我有哪些做的不好啊？拉闹努玛古，他怎么干努玛古？在祷告当中求圣灵的带领。在一定的程度上，你倒好意，那那也好意，也比跟你多高啊，是吧？让我不要再这些坏的习惯跟行为了。那也好意，这个爱的话题啦，多大家比那那啊歪歪。让我的心思意念，那那要发露出那么苦，也达到完那么苦。让我的言语行为，那那在教那么苦，那那好意不歪歪那么苦，都能够导向神这边。哦，把塞拉好去上班，他那里好啊。你上木村好，放做做安稳。悔改一切，那里搞不好一明白的，走在主的路上。罗马他搞不懂那，你也上班。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我连你喊那个啥啥，一直都没在上班。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那里好一个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整个灵修跟聚会过程当中，那里一定都比你修了没得，就是修改没得多少的爱。让真理成为光，来照出我们的黑暗。那那也好，也心里如果我稍微马路离开多米达，阿弥把照照好多拉卡多米达。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忧伤。啊，他妈的不能跟多米达不能离开他好路谁的？啊，巴卡拉多米达。你要把靠着圣灵的帮助。可以，哎，别人多米达比可以超路谁的？自食肉体的情欲。哎，把大爷农民到海南来好过呀！你安来好多的，天天不放了靠着圣灵来得生命。啊，你今天你谁来海南来好？他起码是农民到啥道理？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这具体到海南当中，反正来阿听我安来啊，去就是主耶稣所悦纳的美好的灵性。不，你海南个你还你什么安南来？所以耶稣呢，
告诉我们要悔改。上古说的上帝的灵，明不理看摸什么说啊？为了让我们大家能够来明白这个悔改的重要性。哦，多罗拜多哈萨卡法纳奥努米达多拉比姆里安内好阿什玛。从这个十三章的第六节开始。米吉丁尼好多拉丘三修罗罗谢。耶稣呢就开始说比喻喽。萨伊拉萨丹多好巴吉纳古安尼萨玛。比喻的特质啊。啊，乌拉玛巴帕海阿贝蒂纳古尼萨玛。他不是用一个常态的来说他的一个前后关系。啊，这个里底呢，在安那呢好多，假如比那那古拉说努米拉，它只是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当中。啊，安那努米拉哈那呢好不呀？啊，什么努米呢哈那呢好阿米？啊，当然要必须努米。用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经验以及这样的共鸣来加以说明。好，安那呢哈那呢好，该么带经验努米哒？同安那呢好，伊萨玛哈那呢好，不是巴拉伊达的。让我们了解里面的意思，来做一些信仰的思考跟行为的表现。啊，多数外头还来呢，还把这个部分给发展了一大，都是比稳定啊，好多啊，是讲哎呀，好能放入作用一大。那么耶稣在比喻说，我们不说耶稣嘛，一定要好。他说有一个人呢，有一棵的无花果树。啊，我说耶稣嘛，一定要把这个当放入放入嘛，在一个树荒原里面。哎，放入嘛，努米拉一定要把比说说完。也就是说呢，啊，我有一块地。啊，我让做了你好，有点不再好啊。啊，发展。好比我们教会左手边哇一块空地。啊，这边你好，高一点，你点高一点，那么高一点，对吧？啊，是哪一点呢？这一块空地呢，种的都是葡萄树。啊，不然的话呢，今年好了，是哪一年好？你不能把老婆把你说说。所以它就是一个葡萄园哦。啊，三号位古巴把你说说啊。对呢，我们进到葡萄园，我看到好多好多葡萄啊。哦，白云上面这么长的大，我都非常好奇啊。这园主呢，就是这个农夫啊。啊，我呢？有那几十来还能然后一起上班，他很细心的在经营管理。啊，在一个园林方面还能每天然后一马啊，他把好比说。但是在葡萄园里面呢，在一定的都能把你叔叔按这个比喻当中刻意加了一个情节进去。啊，因为不是正常的还没暴露，不是在，就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一定的都能把你叔叔按还能然后栽了一棵叫做什么呢？叫做无花果树。啊，伊拉个说哩，你马路上面东岸那呀，树公阿吉兰，哎，这很独特哎，哎，都不会去个说哩的呢，就等于说绿色色的一片，有一点点红而已。啊，一点点都那蓝沙威还能嘞好啊，爸爸还能嘞好，他都轮到我身上不再好，所以呢，一看都是葡萄，啊，人人还有把无花果树，只有一棵是无花果树，哎，一点点罗马都没得，这个是在啊树公阿吉兰，所以这棵树相形之下就很特殊，很特别。这个我那叔公啊，听到这点好意，我傻逼了啊！你来看，哦，就只有你在这里。什么是再也去了？那么有人都经过来到这个葡萄园。才有好意，来了好不啦？那个一定都啦。这个园也来了三次，三年了。啊，我那感觉对你还能好意，在读了还没在的好，给他读了几年了，说怎么怎么没结果。这个无花果结果的时候。啊，刚才既然好路啦，啊呀啊，叔公好意。都是发生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一定有好多那哎，其他人春天的雨水降临下来，好，若可不哎，若那长了旱旱了两毛，偶然是一点好雨。不久之后，夏天来了啊，一过过了没了旱了两毛，又可其他人。所以夏天就是要结果的时候，都可其他人旱了两毛，我再记录起来。而且夏天一定要结果，哎，这个买哦，记录起来。这无花果有个特色。啊，我那叔公还能量，应该个，也就是它结果的时候要经过开发的这过程。啊，我那叔公还能量好，以这个去喊了，都结结晶了。就是从它的这个啊树枝的滋养啊树枝的这个缝隙当中。啊，一定要多那是阿农民的还良好，也不是大把好。它很自然的结出什么，就结出这个无花果。啥一定要多那是阿农民的还良好，啥啥良好不在阿基啊。这是无花果的特色。啊，我里面还有都不给产品了。夏天结果。啊，做了该其他人，而且季它没有开花的过程。啊，我以后该去喊了，直接就是果实了。啊，说实在，这季，那么这个人每次每年的夏天呢？啊，我那搞不了多年好一，在这边在哪里好一，还在带你不比啦？三次来了。哦，这边在，平常在都想要摘一下无花果。那我们两个人呢，也能收工啊，季。可是看了半天，哎，果子去哪里？带了好几米，拿了来好一，就过去留意了。第一年算了，哎，啥个再也没有赚，好啊。第二年很勉强说啊，算了。啥个都再也没有赚，哎，好啊，拜托。第三年，哎，开玩笑，太吓人才奇怪。银行都还能好，我见你很啊，三年的呢，三年的呢。
都在短命三年，三年都不开花不结果，干什么？大卫多给他们说过，老百姓把罗马也占。话说，白占土地，大概在哪里？你老马也占。然后他那管年管这个哈、哦、经营的这个农夫说，还能比他好干，你去冒外。三年不结果，都乱面占老百姓留下。要他做什么？不满了，不吃。哎，砍了吧，那大砍都。我看到还有空间做其他的。我说大干老王不如把钱去买的了。就像我们原犯罪了。我说给他其他肉。犯罪权重新再造一个吧。好，把其他肉给他把带他上阿婆吃一桶肉。本来是可以这样。哎呀，这个都高啊。但是神爱我们。他领了一个高级单人。把没有把我们毁掉。再呀，把他烧成高级的人。他让生命再重新造了我们了。也要弄个还能好，有能给他还能好当肉。这个我国三年不结果。多路阿弥陀佛，地古地古罗那阿婆去，一占土地，弥勒阿弥陀佛，理所当然就把它砍了吧。阿罗阿弥勒多阿弥勒，阿罗大砍都。可能圣经里面就这样说。阿弥勒不说的好东西。那管言的说，主啊，今年暂且留住啊。也嘛，我也当不着，还有半年嘞，还那还慢慢上。有人来申，有人来请愿呐。一来好命一当一代。有人来说解说啊，不要了，不要了，再给他一年呢、啊。一当一代呢，我不知道给啊，我喊把你喊喊，我们俩就再买站。这一棵树在这边三年白占土地。我那既然我那叔公给你还多多买站，你那安排多少？我再给你一年。我临时不再买站。我再给你一年。临时再买站。叫做暂且留住。那地那喊你把你喊喊好是、啊，这暂且留住是什么意思？没有移民了，把你喊喊好、哎，给你机会，我给你说个机会，什么机会？没有机会呀，就结出果子的机会，多少个机会要？哦，这代表了什么？没有移民了没啦？你没有做好，我给你悔改的机会。啊，那这边是把你说做好的年龄的，还来别人？明年就收回来，如果没有结果子，就砍了啦，不要说那么多。砍砍砍，没面子，老百姓说，那他砍都给说，是吧、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他那等于没打你。我们要悔改呀、啊！明年给打，神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机会呀、啊。我不然都能高兴多啊，黑啊，给改，不要浪费这个机会。阿妈那那我们能没打过去？要抓住，想想看，我悔改了没有？我不等着等着没打，明年都搞不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少不说农民。你看这个人这个样子，怎么说都没有管教。这我都当不了对你的好，也不能这个羡慕。这个人这个样子还开那个什么？进口车，我老邓不要帮你弄死，我还还五十多岁了，住豪宅，没弄死了，五不如八的，那么好白不如嘛？嗯，神啊，你多不公平哎！跟我说，我在那拉人你数，我侍奉你。那我那不说，人家我不说呢？哎，我开的车都没有他好。我把那个邓老东西安了，那我当工吗？神给他也是个机会。我不理你搞钱了，然后我去改，你呢？神也是给他机会。我非要搞我财经，那但是他放弃了这次机会。那不然了，还能那好，把他给烧了，那把他给盖。主要是公义的审判。啥个好言嘛？那要谁要比谁到了？我们用一个假设说，把敌人管得没大。审判的时候，马老好多比谁精啊？不搞啊？主要是说，哎，你为什么犯罪？哎，马那其他老比说，你为什么犯这种罪？马那敌人不是平白无故离婚就离婚。这个爱嘛，那你公你公是你说不能这一犯贱你就犯贱。这个爱嘛，毛上就上毛上你说。我们说冤枉啊，主啊，你都没有给机会。冤枉了，你这个必须都给改当官了，给了。你可以讲了很多很多事呢，你都没有给机会。哎，你说是嘛？搞完事这个必须都给改当官了。哎，没有机会吗？这个非公干嘛？神就说什么？一点一点一点告诉你，这不是机会，什么是机会？什么？啊，你一点点一点点把民俗给改，就是中午给改不灵。我看我弟兄姐妹专心听讲，上个好地，我上班都跑到桌边等听。我来讲一个笑话，原来我在喊了你好啊。我们三西米在前镇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在接三西米好一点的前镇。西子湾有没有去过？啊，给你西子湾带来对比数。左元金堂有没有去过？所以经常带来这个树。哇，那个西子湾那边有很多那个哈、哦、沙滩呐、啊。哎，你到西子湾了，那然后要不大富大富干，你那个些也有一些地方不能去。哦，罗马那边是干哎呀呆了。因为它的海浪比较凶一点。啊，什么罗马那边好一点，没有说好大不利。我们把它说是风过浪好了。啊，风过浪还没到。它来的时候就把你卷走了。啊，罗马那边说我住在那边，所以在有一些有的地区呢。是吧？乌鲁马哈那里好啊，巴西乌伊拉，它一定会有一个警示牌，
啥一定要喊人家来好。经世台内容大概说哦，此地危险，切勿下水。啊，我那第一一定要喊你，跟大家跟咱们这么规定的，啊，跟带你去说你怎么上来。那故事发生了。啊，我那什么对你，有个自称很虔诚的人，你来我那在当高几个信。我是信耶稣的。哦，你读那部经上吗？我有水洗跟圣灵洗。哦，你来好好你心里不够我有耶稣可以依靠。哦，你来跟别人妈妈去上班。哎，我都天不怕地不怕。哦，我那个大老板的广东人，他耶稣啊，开玩笑。你来去上班，没事不打，我那个大老板都理你。他来到这个地方一看，他来去面了呢，警示牌，去过来，把下啊，水深危险，不能下去。哦，他们过来啊，过来两个弟弟，这个哎呀，带你去说。这个哈，这个水文复杂，暗潮汹涌，不能下去。然后呢？那个都那六十多了，你还能来好比干啥？开玩笑，我有耶稣嘞。啥都不说了没有？你哎，去什么？干嘛？他问那里？他真正去到那个危险的地方了，在那把警去，啥就没有带他好。哇！我正快乐的时候，忽然间，哎呦哎呦，危险了危险了！是吧？来来，走这边，好，哎呦哎呦，这这么这么这么快要死掉了。哦，我爸爸带走。我们台湾话叫最关键词，我那啥子，我那啥子，要看沉下去了。上一个段，转，那个救生员一看见了，我马老汉的，你把包里边，就把旁边的那个救生圈一丢，咻丢过去了。哦呀，我当老汉的，你阿拉你阿个救的，阿拉都过，阿你把那包里边呢，丢到他前面了。阿拉都带好东西了。救生员都赶快抓住，赶快抓住。哦，快点，这把灯好，快救的。然后他怎么说呢？慢手不照顾农民啊！我要追叔救我，我要追叔救我。说都不帅，你来去杀吧，你他妈的花烂啥？所以救生圈虽然在旁边，你来好个救命，你滴了，他滴了，他就渐渐的、渐渐的这样沉下去。说刚刚那个灯的秒声给你灯了，呜。他是渐渐的、渐渐的被浪呢，那个飘走了。所以叫做海亚浪都还没落水面了，你死了。等他眼睛一醒，哎，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把你扒了前面了，还能来好呀？那你弟弟图个果？你看到的，哎，这不是主耶稣吗？扒了都没了啊！竖起三毛，我理你。他就问主耶稣：“那我怎么会来这里？”你在你亲生吗？啊，我在带你图个果。主耶稣说：“我怎么知道你会来这里？”哦，就摸摸翻来给上，等你想去说，你已经死掉了，你知不知道？我把带一个给说，这翻来给说，我怎么又死掉？啊，你说我把带一个果，我没有死掉啊！你说把带一个果。主耶稣，你会救我，不会死掉的。我把你被你说个毛毛不带。所以说你的确死掉了，所以那宝宝带你去，我觉得下阴间呢，他带你去机构，怎么可能？我信耶稣哎 ，no， 你躲在我身上，像我十字架的精神呢、啊？原来我去看我不对面，我舍命啊！你给他把带高不？我讲了一大堆，好像很有信仰的一些话。哦啊，哎呀，不说农民了，还能好多了，哎，都不辛苦农民了。然后呢，他最后跟耶稣讲一句话：谁过来又说你去上班？我一生这么样爱主耶稣。啊，老你搬到马坡里那去上班？我都是依靠你。没得人告诉我好给算了，为什么主耶稣你都不救我了？你说多好嘛，在巴黎本人说告诉我，我家里的孩子还小呢。你都帮了嘛，我好要我还想去做哎。主耶稣就害羞了，那你也什么数目啊？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没看到一个警示牌？哎，你就算马拉维没说跟弟弟看看，有嘞。哎，这就是我透过警示牌告诉你的，为什么听？我不是把那如果我给算了，那就别等人。啊，这就是主耶稣的话啊！你什么说不理你？这就是主耶稣借由这个社会的分工来安来警告你啊！是，咱们老年三八公里，今天二十八号八十八那，咱们的奥多，三个翻的奥多，所以警示牌就是主耶稣的话，你为什么不听啊？是，我那警示牌都给你好的，我这不等你提出。再来，你看看，你看看第二次，第二次。来，你说是个多少？比那个农民说。那个救生圈丢了前面了，对不对？也没把包里把他们都丢过了，还得靠救人的，你看，哎呦，农民说，你还要主耶稣，还要我的手去抓你呀？啊，你啥用？你说你三八。这就是我的手要让你抓我。我干嘛那么苦呢？阿秋林都带来一个双奶，丢掉那个啊，抓住救生圈的机会。哦，这个说好的这个，不等你说好不把秋林是搞的。那救生员说赶快抓住，赶快抓住。我说了好了，你跑你别动，不等个秋林。救生员说赶快抓住，赶快抓住。我也哈那么苦呢，那请我给你几次机会？啊，给他别来把飞机上的机盖。我最起码给你三次机会。稍微好给他读，给他读读够我说。透过了这些设备。哦，一定你还能多些准备。透过这些人的口。明天你好读算了，当然。再提醒你。啊，你把这个好给算了。即使你轻看藐视。马老多农民说还是感冒发作。你这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啊，这个还得再把带农民说。我已经给你机会了。上报废料都给说好是。是你轻看机会啊。
在该地方都做农民说过说，你藐视机会。萨卡马湾农民说还没过来去干，那你还有什么话说？我都不说农民说。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鸡什么鸡嘴变成嘴了，被鸭嘴了。是啊，我说了点点，哎呀，不啊，我比多多好多农民都嘴尖尖的，现在嘴又扁扁的，不知道怎么说话。哦，是啊，我没记得买，我说多了好多点，比爱做农民买。所以神一再给我们机会。是搞破费，我搞我是阿去干。我们曾经软弱。那哪里买的都给他。我们曾经也没有过吧。啊呀呀，好过哪里过那么多都太厉害。但神借着那么多的机会，伊拉巴比都讲我是给他做，哎呀还要阿去干。我们从周边的这些事情的演变。啊，毕竟今天都阿拉外面的大流看到那个巴黎巴黎，这就是一种提醒。我年年还是把这个好给他。我每次来教会听到你。来年你带教会们听到都阿卡西。灵会员所讲的话。我阿卡西，奥尼阿卡西，哎，这就是个提醒。我明白这个好给大家。弟兄姐妹有时候会个提醒。阿拉大家好，伊拉好个拜神，好个上帝教导。会当中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这是一个提醒。阿弥陀龙给他，伊拉把这个不是你，把这个给他了。藐视的提醒。阿卡马乌佛罗垂怜你。你渐渐走入到灭亡的地步。撒加乌拉拉卡特尼说：“好多尼克隆，尼克隆，尼克隆。”结果你摔下去时，还要埋怨说：“人家都不救我。”啊，马菲库图尼说：“好，我们把你摆大官呢。”我们讲一句话：“你该死的。”哈罗伯说：“有对。”那我们信主的人可以这样吗？给他们都来接上嘛，那哎呀，对啦。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伊拉也好，保利耶稣们都比，并不利安尼的好。所以，今年暂且留住。啊，你们安排在那个巴黎还那么容易的？再给你机会。保利耶稣啊，都去改。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喽。我保利耶稣们都去改过你呢。弟兄姐妹要抓住悔改的机会啊！你到时候看他们不等那个过来去改过你呢？啊，用个现实话讲。啊，那很多说过你。你以我们当传道就是百分百啊？开玩笑。你说妈妈那天都下，你说阿奶奶和妈妈给点红吧。我们要抓住神给我恩典的机会啊！妈咪们，本根本都给开那个。我每次讲道理的时候呢，我再想想，我讲那么好听，我到底有没有做到？哦，大家好，我开始跟我们拜一下，还没突然我感觉好平安。这是提醒我自己啊！罗拉开始那么多年，所以每一篇道理就是提醒我自己。这个好，站在阿甘西，我比拜一我每次看圣经都提醒我自己。描写故事就。每次祷告就提醒我自己。如果一个传道人在这样提醒当中还做错事情，那刑罚是不是更重一点？好，我刚没有跟东西，阿南多哈丁呢，哈丁呢都比那个其他老板呢做少噶，把给更多好的地方都搞完了。神怜悯我们，你们呢？接什么？留下宽容的机会。啊，其实是努米拉哈南来好的呀，米斯拉哈南来好阿什么？因为他愿意我们。你还爱接上吗？都 stimulate 帮助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能不能听你好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二章。爱你修。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你修诺用心。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你修诺带用心。啊，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怜悯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烈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啊，以致神震怒，显出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给我们机会。宝贝，你好，你告诉他好福气改。所以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里面所讲这个。啊，一定呢，做了罗卡丁，还能呢好阿巴蒂纳布。这棵无花果树，我那在苏贡阿吉拉三年当中，都落阿米扎岸，不结果子，扎个结子，本应砍下，本来应该就要砍下的。很多好有拉的得更多，但是给他机会。我来想好有把你喊人，希望他珍惜机会，把你喊人都在阿米扎岸，希望明白能够把他应有的本分呈现出来。拿来好一切，七七米拉都啊七六十公，所以神今天给我们机会啊，你不必不高兴都去干。希望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不能不等农民大把地来去干，千万不要藐视哦。阿妈农民大妈杀不了，否则的话，到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哎。阿妈杀不了农民大，一户都杀不了，你下有几杀嘛？讲的任何一句话，神说，难道我没给你机会？阿罗汉农民大，你等农民去杀嘛，一定要到阿那来好哩。你那不说的，这么平时，你在做这件事情，难道我没有提醒你吗？我那什么都你俩做啥个把这个真的是做哈的呀？到时候你真的是哑口无言。这个在大家打了一个说，我都把这不容易说。那既然我们要珍惜悔改的机会，三个一定你给他明白明白都去改阿弥陀佛，你功夫方。如果才能够真正的体察了解，哦，我要悔改了。三个一定你给他好阿弥陀佛，哎，你们都搞过。所以审查中的悔改是怎么做呢？一定你给他。
kita kami sama-sama tahu itu bahwa anak tu kita ini sama nunggu kita lihat saja Luka福音十三章的第八节人们给你好多家庭就三修了还是十三章的第八节他讲了给你悔改的方法啊，一来好过把菲律宾的好多沙丁姆里奥你说还能打过他说在这棵无花果树的这个周边呢啊，一定你还能好多拉达里奥好多拉苏公阿吉拉掘开啊，一定要还能好卡勒卡勒的好多拉达里奥努米拉从挖松了啊，一定要还能好一把刚刚都不拉萨阿维嘛然后不然后加上混下去啊，一会儿都还能好一把太黑跟我就是改善它原来的体质我们能够移民努米拉把你真多还能好跟努特拉姆努米拉还都来打底还或许这一棵无花果树而在我那属共度里面没有去经营它啊，我也好不密树荫的艾比树林，所以呢，它没有足够的养分。这个好叶，啊，我还能好不密看那里面也有如此啊，所以它无法结果。不，啊，我过去能啊，所以我给你机会。啊，你不必说好多去改，我给你悔改。啊，不必说好多是并不了。那我们重新再来。啊，米利亚乌哈那奈，在悔改的过程当中，一定都好并不力。怎么样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结果子？什么能力的那一样的话，一直都没得，而且去让你的回而真正的改呀。所以那样的不到结果，你没说还能来，而真正的结出果子来。这一定要还去，去的时候都多少麻烦。他说掘开土啊。那我说你刚刚的那个太阳光没啦。意思是什么？我有意思。原来土是硬的。我那十万米好啊，这刚开硬的，它要掘土啊。啊，这一定要还能来好一卡的卡人。掘土要做什么？我那比卡到我们闺蜜的，让他松啊，那不是都过了是啦？那松要做什么？把我不是过了是啦？哎，可以搅拌呐、啊，应该都还把它丢了。那搅拌什么？慢了都是啥丢了？搅拌那个米天够了，要混下去了。把丢了那还能来好多什么慢来好带黑带黑？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看到马路挨三嘎嘎，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农作的一些经验啊。那那妈妈还给他们反了，挨都给他。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午说了好多学习的答案。他说在撒种比喻当中啊，一定要好比福的撒好种撒巴罗马。这个种呢，代表生命的种子啊。我那撒巴罗马的呢，还能呢好有奥利巴撒巴罗马，它代表了一个灵修的种子啊。我那一点呢，灵修还能呢好阿撒巴罗马。这个种子撒在这个硬邦邦的土地上面。哎，福的撒干的好，我那撒巴罗多尼尼多呢，阿特卡卡沙。这个种子一点果效都没有。啊不是，它就铺露在一个。表这个地表上面，什么阿达卡卡伊去了，上面顶是一个饭好路斯啦，飞鸟就是猫尾就把你叼走。那么阿罗哈罗阿罗阿耶哈那那好，这个肯定不可能。你心排斥神的道，是啊，我那我那不一面，我那佛罗村里面说阿娘，你那哎就说阿都说的高了，给你机会，我飞鸟高是够乞丐，但是你心硬邦邦的，我那佛罗村里面说是阿达卡，比那个柏油路还要硬，伊卡卡奥鲁达马卡巴拉烂，比那个钢铁板还要硬，哦伊卡卡奥鲁马拉罗夫尼卡。什么子弹放下去的时候，咚！我不要跳到那个台洞去了。跳到蹦上去，跳了好远，不理我了。啊，这还这个比你我，那你就没有这个生命的种子。啊，我那撒巴罗马的奥波斯，你如果硬心的话。啊，那么阿德卡夫弗鲁村，你不悔改的话，这个并不利于说，明年这时候就砍了吧。啊，那还得了，阿奶奶，没得事，阿奶奶。我们不能硬心呢。这个哎呦，阿德卡夫弗鲁村，不能硬邦邦啊。一定要还是阿德卡做这个比等于。我们那个大岩敲、小岩敲一挖下去，就要入土了呢，不是围安吗？就可以敲起土壤才起来了。哦，一到我们那十五分钟没到，一定跟他过来死了。那个土挖起来了，我滚滚都滚到死了。哎，我们有没有那个锄头？有没有？啊，有笔刀，有笔刀。哎，那个锄头一这样打下去以后，笔刀，然后我们会再来拉上来，要多好一，是一块块的那个土块，有没有？在一个一个。然后呢，我们把斧头那个这个锄头对不对？转过身，用那个背再把那个土打碎，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还没得好好笔刀，我讲的。安德鲁米达，我夫都不拉斯来介绍。那现在可能更进步一点。阿拉达阿尼尼好，扎卡带都唔难搞。有一台小小的那个屁股啊，小小的车啊。哦，阿尼尼好，原来就好了，是比刚刚鲁米达。哎，后面的那个轮子，那个有个搅拌。哦，盖过了还有个刚刚好的门面。就这样，引擎一发动，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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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后面的那个土啊，就挖起来又很松。现在有这种容积嘛？哦。哦，阿尼尼阿尼刚刚那个，阿尼达达，嘣嘣嘣嘣嘣在马卡卡都起来。这就是要打。破我们那种硬心呐、啊！蛮不一命的命了。我们稍微上了好，不要阿克盖好，阿放不住。我们心不安硬了、啊。
好，我们做你当这个来，一心到底呀！啊，现在阿这刚刚做个定义，我们都不听的，怎么定义？给大家都说不好，这个比钢板还要硬啊！我当你了，你当输出来，就听不进去啊！说这个不给定义给大，不行，这样不行哦。这个来，这个来，要软一点，要软一点。说不是，农民大，心要谦卑一点。说不能，而且要彻底的谦卑啊！你的说的，要多听多听啊！而且还有农民等你了，有耳的歌要听啊！你让我当你让你等你，你的心松了。我放到专门的烧锅烤地啊！但是有些图是什么？啊，我们是那什么呢？不是那么硬，这个的卡。但是有些图是什么？啊，我们什么呢？是薄薄的，别在。那个薄薄的意思是什么？啊，一定是卡了呀，就是它底层底下还有硬硬的那个盘子。啊，不然在这都好多都你搞方案，我们都安那一在十万等于。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盘子。哦，不然它一干路凹一拉好，我们注意盘子上面有薄薄的一层土壤。啊，你刚刚那边还有一来，刚刚在那里。所以这个土壤不管是松的，还有它的抓。啊，我不是呀，我是来。但是刚要扎根的时候啊。啊，那巴拉米都好个沙巴好根呢不深啊，就浅浅的。哎，我那米都米那好，大部分好大，都不是好多啦，温水好一。所以养分也不够。长了好多肉都也有几米啦。太阳一晒，哇，就枯萎了。其他都好不其他，还能那么发呆。所以我们要结出我们那个心呐、啊，结出土壤啊。这个前期给大家的一定米都那路是啦，阿奶奶。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呢要松开，好，也包罗住那么大，干那么大，来把上古本儿。我们在这个土地的整理当中，好，一定好把你挖那么大。我们的土呢，固然已经把它打松了。哎，到了说，我刚刚都那么大，还没来好一啊，古本儿都好不拉死了。可是有一些碎，还有一些硬硬的石头。哎，那不然还人家都挖那么大，哎，古罗马好大，现在是杂草。啊！哎呀，伊拉好古罗马好道路道路，所以杂草要拔掉。再一个就海南的好大部分里面的好古罗马道路，一些硬的石头再把它拉掉。哦，呀，我做了这番古罗马，还补不成里面的面线。才有一个合适的松软的土壤啊！啊，伊拉海南爱马生生，爱海南的好比如沙干里面的沙巴。他就是告诉我们，绝对不能硬心。我了，里面的米拉呢，好放入嘴里面的，这个爱好阿得卡不细。所以悔改的人就是能够谦卑啊。这个好，我们有改耶，他们到海南呢好，你啥不能嘞好都放入嘴。悔改人就是完全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哦，明白了，他们到海南，哎呀，阿弟听了老一个不？哎呀，阿弟听了老一个不是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小朋友，我干嘛爱米拉？我有没有错？老外啊，我没有错。错不老。后来说有没有错？有了我一手，有了我也有错了。未来有把他拉出那么苦，但是哥哥也这样啊。快点来，拉到我妈妈就把人家说急死吧。又拉了一群人，呀，你这里面好不嘛？拉到那么拉塞。我们都是过慢，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哎呀，快点来嘛，早上太多个迷茫迷茫都。请问有悔改吗？没有嘞，快点来，发露出来。有谦卑悔改吗？你这说我也发露出来，看起来承认悔改了。那能不能没得好多？哎，你说你过你打不打的过来？但是还找了一大堆理由啊！过来噻，而且还有个理由弄的。这就是他看起来是悔改的。那能不能他好多名目厉害？突然是松的。哎，难道说我不摔都不？但是还有石头啊，还有杂草啊。那不然你跌了崴了，我倒了脸，我不发不露。真正的悔改。所以哪有名目厉害？叫做谦卑，轻松啊。就是不讲理由啊。好歪都好什么嘛？那你还三八处理？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好。给你去那个在阿巴丁那库是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今天好多阿丁好就还修。讲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啊，不是印度的，好那米利沙带很多呀。这税吏的祷告太漂亮，太典型，太好了。啊，我那法利赛比多阿那两，他妈那法还不是印度的农民呢？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丁就还修。十八章的十三节。就三节。那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吹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记载当中，哦，那么说来听听你，有很多肢体的动作啊，原来还能好不米拉米拉阿里克劳啊，有很多彻底悔改的语言。这比说你那还能好阿比米里，我们先看他的肢体的动作。什么呢？阿比拉乌米拉，他远远的站着。啊，他一巴拉拉呀，神经呢好，是什么意思？蛮有意味的。因为他认为我是罪人。烧哈拉登罗，接拉我也当上不配。啊，想起我的罪，接着不配。啊，马拉登古拉拉罗马布，这个啥东西？我们来公民公民。站在圣殿外面远远的地方。
萨卡巴卡拉亚啊，萨哈罗比达奥拉。心是想祈求神的赦免。萨伊蒂米提米纳哈阿米萨鲁诺达奥萨比斯普拉乌。但是他想说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呀。萨马拉登罗米纳普拉拉罗米纳在一个神圣的公司啊，所以远远的站着。萨伊蒂米拉伊拉都没认。哦，这是第一个肢体的语言哦。啊，萨卡在哈比纳纳里亚布尼尼。表达他错了。啊，把他斯卡尔基米拉奥多拉拉乌诺诺。我们是主耶稣了。什么心计什么啊？我不配呀。在一个神圣的公司。接下来他又说，一会儿做什么呢？举目望天。一定能够他们上了奥一定卡卡拉扬。他说我不敢。啊，我还不是卡罗马公。哎，意思说啊，冒一米六米。头吹下来。在一次会。哎，有很多人举这个叫做举目望天，头看高高的。啊，乌鲁马那呢好听，早晚好明能好听，你卡卡拉扬，有嘛嘛咋咋咋咋的，搞搞发的搞不出。明明已经犯错。我见他老外都动手给你骂你，全世界都知道你犯错。我为都报复给，报复给都拉到农民书。你应该觉得很惭愧吧？好多阿那呢好意，应该低着头，阿弥陀佛，不敢看人了。哎，这个什么嘛？哎，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我了马马拉那边今天好辛苦，这个人你被警察抓了。我那当官就连他们这个带都好多一幕。虽然记者在摄影的时候，啊，说新闻好，你说他新闻。哎，头应该低低的，这样子慢慢走。阿罗汉怎么说？应该是阿弥陀佛，不是？他走了，你骂老了，你看，这种举目望天了。啊，我不老了吗？不是你唱。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不英明农民啊。我是英雄，你抓我干什么？哦，都他妈那个不能，我不让我。这种就是罪性重大。我今天来了，不去买阿拉老板的。你看人家远远的站着。所以今天我说，你看来呀，举目望天都不敢。哦，你早晚都阿那那摸着都起米了。接下来第三个动作是什么？三个动作啊，比那个什么呢？啊。捶胸啊！一点点好没有，根本好没没。这个捶胸受伤了，我怎么这样做？我怎么这样做？哎呀，可不能这样了，我靠！是啊，请问你的悔改有这样吗？我没说，并不理阿宝的说，哎呀，把他堵了一堵。请问你在掘土的时候有这样做吗？前面刚刚就是堵了是啦，阿奶奶还还得来。神的谦卑是这么彻底，这样的彻底吗？我那毕竟说，我没说，阿奶还得来，哎呀，还得来做。我们要远远站着。我刚才说，哎呀，说都没人。我们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你啥个望都喊你那蒙住都发出来，吹着胸啊！一点说喊了你好，你跟我们好多发话。这是真正的悔改。我奶奶还敢说你来？不是说看似悔改，抓了一大堆可脱罪的理由啊！哦，做个好，一旦一旦起来，我起来起来起来了，喂，我的再一个没做个事。接下来这个啊，这个税吏。叫一个人好不难明白，上台他开口，上一把把你喊过去，他讲了一句话，对不？跟那安那说了呢，我话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保安后，不要迷糊迷糊的说，要进来老外当老客户，这个就真正的掘土。啊，我今天还在说你呢，你看看这都大有阿斯拉，完全的干净，全然的，所以那一点呢，彻底的悔改。阿威都好过，都拉什么米拉米利，不讲任何理由。这比基林都什么嘛呢？好阿里尤不是啊？脱山也不拉屎。啊，这个阿威比说了好多米拉米拉。关键要就是我错了。啊，都什么嘛呢？都不都我们过来了。看看我这个罪人吧。跟我说，是不人都过来了，都没故事。如果这样叫绝土。啊，那阿弟伊拉，你看看你们大都大牛，我们那居然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加上肥料，我们还不肥料。加上神的话。同爱人好多，加上神的道理，同爱人好多道理，加上团契的力量，同爱人啊，这阿娘都能生，搞不好一生，让你肥料就够了嘞。我的嘞，阿娘娘好阿呆，没有正确的道理。哦，也好，我那么多都没。你有得着力量的圣灵，啊，也好，我生意阿弥巴上，你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跟扶持，也好，你巴上那一生能好阿弥陀路，你把一生，这就是足够的养分。我生那一生，我还得你好阿娘，也有敌人，这就是给我们分的。我怕非你跟我商量，如此。哦，这个粪不是很好听，但是这个就养分的意思呀。这个我念如此，你不非你还我带业都没大。所以给我们养分的。我怕非你你什么带业？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我信耶稣就该。我们是圣灵的教会，如神。我们有全备的福音。你在说你呢？我们弟兄姐妹有圣灵的果子。你来，我过来见到谁的？我们弟兄姐妹有基督的爱。你来，我爱的是哪大地方？我们这样的扶持。亚弟嘞，还能两个。我们养分是够的。亚弟嘞，还能嘞，哎呦，马上嘞，明年到这时候就开，不是开花了，明年这就是结果了。来嘞，我哦哟，这个这节气都比说啊，舒服。所以呢，祈求天。
非常真神，给我们机会。那像弟兄姐妹抓住机会，明白神的慈爱，明白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解脱吧，我们的心要松开了，我们要彻底了，我们要叫它加上粪了，我们要足够的养分了，所以明天明年决定有无花果了，这个炸不是了，慢慢炸这个炸就基督的好果收工。那如果没有的话呢，然后我三万多不然再把它砍了吧，然后我过去呢，那大砍了慢慢炸没办法，我不会捅，给你机会你还不急不抓住，我们能弄好个，我们都是都去干。这绝对是能够带领我们。那你要好比格里好比。让我们在灵会当中，一定你过来，比我该努力的。再一次的来检查我们的灵性。是啊，一定你给他们去过来，你少少都放入嘴，让我们闭上这样。多了外向，我动了，我动了，没事。一起来唱诗。我们再一个，294首。啊，你要给我求求拥抱。这时候，把一点点的好，上上面的那面，一点点的做小，上上面的那面，做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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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感谢，我们一起感谢。